听说通常在战争后就会换来和平，为什么跨掉我的爸爸一直打我妈妈，就因为喝醉酒他就能拿我骂出气，我真正看不下去，就是我卡细汉，从小到大只有妈妈的温暖，为什么我爸爸那么凶？Yeah, 如果真的我有一双翅膀，两双翅膀，随时出发，逃到出发，我一定带我妈。从前的教育，别人的家庭，别人的爸爸，种种的暴力因素，一定都会有原因。但是那妈跟我都没有错，跟我叫你一声爸。爸家只想要阻止一切，让家庭回到过去，天天温馨的欢乐香味，迎来阻止一切暴力，也能随着音符书写一情绪。从小到大你叫我学习，你把你当榜样，好多的假象，妈妈常说乖听北话，你叫我怎么跟你像，你住开三四五六七八，我叫你爸。